又带咱家小伙伴来赶海了。哎，刚才捡了个海五星，出发了，近距离看下爬行中的海五星啊，在动呢。你看这些触角啊，就不打扰它了啊，不要这个，它正在打窝，起来，来收了你。还挺不服气的，发现一只寄居蟹，你看这个小嘴巴巴拉巴拉的，小皮皮虾又不知道想什么了吧？呵呵，走吧，回家吧，大海是我家，环境靠大家。哦，向道又来一只鲍鱼，这个必须带走，送给隔壁的老王。哦，有纹身，这也是个海螺壳吧？还有刺，这个不太好看，就不送了吧。又发现一只大猫眼螺，挺肥的，肉肉的，今天就不捏它了。你看这个八爪鱼，长得好奇怪啊，尖尖的脑袋，收了吧。这个大毛憨子握沙握了一半了，还挺大的啊。哎呦，跳了，挺沉。这种贝类啊叫马蹄贝，圆圆的外壳跟马蹄子似的。今天捡到好多各种各样的海螺壳，都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